做菜，然后来布置场地，真是谢谢大家。我们2017年，我们这个算是我们的农历新年一个自己的同乐会。我们这个也没有说很硬性的一个什么形式啊，就是让大家高兴，让高兴就好。所以我现在想说，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是我们方老师刚刚到，然后就我们慢慢吃点东西。然后我们节目我们先开始的话，我们调整一下，就是我们男生的那个小主唱先唱，请那个杨老师上来准备弹钢琴。然后男生的唱的时候，我们是有四个人的四重唱，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唱完以后，假如可以的话，我们再看方老师唱女生的那个，要不我们那个随时调整一下，好不好？好，那怎么？男生第一个。男生，我们现在要唱的是一个《满江红》，还有就是家在哪里，对不对？我们对，所以我们是要黄家英，袁宝林，还有那个苏永坤，还有就是我们四个人，好不好？掌声欢迎！好像今天的司仪是我啊。这个我和团长好像讲得太快了一点，我本来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结果他已经自己讲过了，所以我不用介绍了。不过我们还是给我们的团长今天很辛苦，给他鼓个掌，好不好？谢谢他。然后我请各位，今天是过年，所以请你跟你隔壁的人握握手，说一声好。恭喜恭喜，过年好！要发财，更是要恭喜健康。对，身体健康。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也谢谢我们今天很多的那个同志，今天吃的菜吃的好不好啊？好。那谢谢我们的王真在哪里啊？在这边做介绍，谢谢他。那我们今天有后面有那个照相的那个布置，我刚才有说过，请大家去拿你自己喜欢的那个 decoration 去，可以跟我们那个背景照相。然后你想要想在桌子上照的话，请 Stacy 帮你们照相。现在我们请。我们团长又发现了一件事，他忘了，所以他刚好去拿，没办法，这个年纪就是这个样子。他要送一样东西给我们的杨老师。过年了。我们是过年，我们感谢杨老师啊，这个我代表瑞声合唱团。送给杨老师这个一点小礼物，好不好？然后等一下我们请方老师也上来一下，好不好？谢谢方老师，真是。还有我们方老师先生刘医师。刘医师。谢谢，欢迎。苏永坤，来了，来，别用那个，不要发愁，不要发愁，直接放心。男生，你们这些男生怎么不上去啊？只要能死就好。我们声音很大，不能去啊。有气有力，视频就好。Thank you.
Thank you.
我们小孩子要出去玩，大人要赚钱，所以请不要下雨。中国大舞台，大舞台。
那老师谢谢。你也说了。我也想，我就说这个。因为今天的那个音乐的器材的问题，所以有那个节目带有点混乱，所以待会儿杨欢欣唱完之后，我们刚刚有一支那个女生小组的我来，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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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要先唱，然后所以粉丝就稍微在等待那个你来的后面。
唱啊《青藏高原》。You
谢五位美女唱得非常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请陈敏帮我们唱一首，那就是我，现在是他，不是我。
这个那就是我，唱的好不好？好，谢谢。这接下来请到那个 Stacy 和他自备的这个拉哈奇 Peter 来为我们奏一首这个庙会。大家好，我跟 Peter 是第一年参加这个瑞声合唱团，那短短几个月就感觉非常温馨，像个大家庭一样。所以这次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唱个小时候的歌，应该大家都会唱庙会哦。那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唱，这样谢谢。先介绍一下关系吧，你们两个。我们两个是亲密爱人。啊，好清楚了。歌的背景，故事的背景是在
保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么最后他这唱歌的这个人呢，他的女儿，是女儿吧，他的情人在在打仗，就是跟政府冲突的时候受伤了，那他很悲哀，他希望呢，他就跟神祷告，这等于是祷告的歌，他说神啊，你让我死，能不让他死，让他能回来，就是他唱这条歌。不要被放男中音漏气啊！不会，你要这样听吗？
我要随着微风飘出云
掉了，我们的 Rainbow 刚才已经飞出去了，但他真的唱得很不错。现在我们请胡蕊好不好，胡蕊下面请女生小组及苏永坤夫妇跟那个杨华欣。哪位？我
妈找一下哈。刚刚有没有找到？你的手机在哪？不能放。下面是我们那个女生小组，是我们是以 alto 为主，中间邀请了几位 soprano， 因为我们人不够，所以我们有十位这个美丽的女生要唱一首传奇，也是今这个传奇是今年我们瑞声的一个六月要演唱的中间的一支曲子。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是现在用 WiFi， 所以这个 WiFi 有点点在天空中飘来飘去，所以呢，我们要 download 要一点点时间。那但是呢，因为这个我们唱这支传奇呢，它是王菲的原版，要用我们唱王菲的，所以呢，我们那个，所以呢，但是王菲小姐她不肯离去，所以呢，我们待会唱的时候，我们是跟王菲一起唱，对，但是呢，大家会听到我们的声音比王菲好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用杨氏唱法，我们老师叫杨老师，我们是学他的唱法，高高低低这样子啊啊啊啊，所以等会儿你听，我们一定比王菲唱得好。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请大家拍拍手，鼓掌，谢谢。在人群中，我看了你一眼，在。
唱的非常好。那这个传奇呢，我们准备在今年的演唱会要演唱，所以现在杨老师啊，最基本的这十位团员可以背了，所以我们有了这十位同学可以背起来呢，我们就唱得会更好。谢谢。接下来呢，叫苏永坤。
岁雄心在，太阳红的娘娘亲，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待到春风黄家营，我更在想风。大家知道这位王先生是我们新团员，有几个人认识他，好多人不认识。我张的，我的太太在那边。好，下面请这个童一鸣，也是叫吉米，那个他来为我们唱一个传奇，可是英文版。很抱歉啊，今天同一名名字也写错了，然后歌又没把它弄好，对不起啊，同一名。待会儿再上，现在请那个我们的妹姐姐跟那个郭老师一起唱一支《红尘》情歌。想着你，离别的时候不哭泣，为什么还是你？分手时候没看见我，到现在你是否记得我？爱情的故事分分合合。轰轰烈烈的
相爱过，卿卿我我变成了传说，茫茫红尘中有你心里也有我，让我唱一首爱你的歌。Thank you.
现在请男生上来飘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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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飘落。这是蜈蚣奖。超哥在中间。Oh.
男生唱的好不好啊？好，太好了，这是我们合唱团准备年度表演的歌。刚才我看了一下，60%的人不用看谱，我们这个40%还在看谱，像唐教授坐着站在第一排也看谱。那我现在那个发现蜈蚣呢，唱了一半，他就不看谱，所以给他5分，现在60。2017，我希望用这条歌来祝福大家有一个 fantastic 2017，谢谢。
Thank you.
只用了八成功力。现在请 Alice 帮我们唱一首《甜蜜蜜》，是换歌了，换歌了。亲密的爱人，不想偷袭。相愁，那个是最好的，对。三号，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是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Thank you.
牵过你的手，今天是你的头发淋湿你衣袖，伞握在手，伞不吹拥有，离别时刻你仍的颤抖。如果你那时说爱我，我不要你走。我以为我已忘了曾经爱过你，直到我一看见你泪涌出眼底，傻坐傻立也握起哭泣，经历细数和他的欢喜，走出了机场的大门，又是一场。
上面是 Judy 图。
放在天上如何还得清，这许多衷曲，这许多愁绪，为了偿还你，化作红颜的玫瑰，多刺且多情，还在静静带我什么，在某一段前世里，一份情谊，一份怜惜，所以前世为你不停地寻寻觅觅，于是萍水相遇，
Yeah.
偷偷的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这条歌啊，他唱了20年了，他对了这个常教授，就唱了20年了。好，因为现在常教授来，现在请那个 Leo 郭老师大将军。什么大将军呢？就是掌台副老师。谢谢我们的郭大哥星，
谢谢，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棒。那我们另外新又来了这个大歌星，王大歌星。王大歌星还要跳舞。这些 Serato 的这些卡拉 OK 的高手，他们要跳舞。那唱一首 I just want to dance with you。那待会那个王大歌星的夫人太太要在这边跟我们一起演出那个舞蹈。那个妹姐你要再来唱。还有谁会跳的？Floor is open. Can you clap like this? 跟恰恰或者任何恰恰或者是八末的都可以。So let us shine, if we have a chance to make my heart into I just wanna dance with you, I wanna dance with you, turn you all around the floor, what's needed dancing for, I just wanna dance with you, I wanna danceWith you, hold you in my arms and talk of what's they made it dancing for. I just wanna dance with you. I go to the beauty of me when I look at you, and I, you won't get embarrassed by the things I do. I just wanna.
Oh,
台湾戏。